哎，今天的工作，我们马上来到了 Laguna Beach，带客人要看四间房海景房。那，也是非常精彩的。昨天是去三荒看的是庄园，对不对？今天是看海景房。我觉得这两天两波客人的这个要求都比较的独特，是，让我们的这个看房也更加兴奋了，因为我们不对喜欢呀，看耳湾一模一样的房子嘛。没错。对，我们今天这两天自己工作的也非常的有激情。那在这之前，我们先帮客人买点咖啡呀，那个早餐，然然后后我们自己也垫一垫肚子。垫垫肚子，然后我们在第一套海景房见啦。说我在那里啃，现在自己哇，在 逗干了，活还不让吃饭是吃可以。好了，下午我们来到三荒 Capistrano，然后因为昨天嘛这套房没带客人看上，今天我们来看哈，天呐，lot 3.5个 acre，15万的占地，15万，同志们疯了吗？然后6000的室内的面积。所以总价格去到了538万，但是非常的可以，它是自己独占一个山头，没人了。你看我现在这个就停车道 driveway 后面全是，你看过去都是山顶了。进去看看。到这院子了，这院子它亭啊什么都搭好了，然后有 view，关键是它后面就是这些种的树，一直到山顶全是它的，所以这块地呢十几万，就是说真正的平的哈，我觉得可能就2万，那剩下都是不平的，都是在上面，还是有待开发，还是要后续再开发。今天最后一套来到了这套还未上市的这个在三荒 Capistrano 的1.2 acre，然后它这个土地啊，在三荒我都不想说室内面积是多少了，这不重要，哎，重要的是它占地是多少。1.2 acre，这是它现在已经弄好的这个院子，但是我要给你们看的是这块地，这边这块地也是这套房的，你可以。这边有景观嘛，对不对？你在这块地挖一个无边泳池，甚至呢小朋友的这个游乐场，然后什么荡秋千啦、滑滑梯啦，下面全部可以做。所以在三荒这个地区买房，你要有想象力。你如果没有想象力，没有这种开荒能力的话，你它就是一块荒地。但是如果你有后期改造力的话，你比如说这块地，你再投下去40万美金到30万美金，泳池搞完。游乐场滑滑梯弄完，甚至高尔夫球的果岭，这些成本也不是很高的。那这块地和这套房现在是3.96，我 guarantee 你到5个 million 啊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我不知道我的客户能不能看上，如果说他能看上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good deal，他给你预留了这个增值的空间。
啊，那今天我也很累了，总共是Laguna看了四套，然后三荒又看了三套，回去要编辑视频，希望这两单客人都有，这个两组客人啊都能够看上其中一个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，拜拜。